接下来关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。3月15号0时至24时，全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4例，其中青岛27例，滨州14例，淄博7例，德州3例，临沂2例，烟台1例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05例，其中滨州33例，青岛25例，威海21例，淄博18例，潍坊7例，烟台1例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，其中济南6例，为乌克兰输入。青岛5例，为韩国输入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1例，均在济南，为乌克兰输入。3月15号0时至24时，全省报告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21例，其中青岛8例，威海7例，德州5例，淄博1例。截至2022年3月15号24时，全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1029例。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89例，全省现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81例，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69例。